好。哎，黄河边老师你好，哎，我是沈边，圣诞快乐。谢谢你。我呢就是这个今天是过节，就稍微的随意一点啊。啊，当然。我就想说，就是说一下我自己。嗯。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嗯，1.8米的大个子。哦。1.8米。是。哎。然后呢，长了一副明星脸。哎呦。哎不，年轻的时候，现在也差不到哪儿去了。现在也不差，现在也是，反正50多岁，我们是同龄人啊。我这个老了也不错啊。年轻的时候呢，很多人，黄老师，我们那代人是看一部电影叫《牧马人》啊，没错，有印象吧？那个朱时茂跟那个丛珊演的吧？嗯，哎，对了。嗯，那么很多人呢就把我误以为是朱时茂。哦，哎呀妈，哎，这个，嗯，好，嗯，哎，那么这个好多人呢还就问你是不是朱时茂？我说我不是。那这个你是不是他弟弟或哥哥？就这样子，哎，对，很有意思。那我今天提到朱时茂呢，是因为还是跟这个郭文贵有关系。嗯，啊，那么这个。郭文贵在北京的时候是跟这个朱时茂是有一些交往，嗯，然后呢两个人一起成立了一个文茂公司，没错，嗯，哎，那么后来这个郭文贵在爆料的时候呢，嗯，2017年、2018年初至少有2次提到过朱时茂，嗯，哎，那么对朱时茂的评价是这个朱时茂是爱玩弄女人，他的爱好是爱玩弄女人。嗯，那么第二点呢，说是朱时茂是个小人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自从这个郭文贵出事以后，嗯，这个朱时茂再也没跟他联络，躲得他远远的。嗯，啊，很有意思。前两天呢，有人在这个抖音上，嗯，偶遇了朱时茂。嗯，那么那个人呢，就问朱时茂啊，您对这个郭文贵什么评价？哦。哎，很有意思。这个当时呢，我没有抄录下来啊，但是我记得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。嗯，这个朱时茂就说呢，嗯，郭文贵的套路是先跟你交朋友，打得火热，啊，请君入瓮。嗯，这之后充分的将你利用，然后一脚踢开。哎呀妈，这个真是太深刻了，哎、就是形象。哎，所以这个朱时茂呢是。说的是一点不错，所以呢，这个郭文贵到今天这个人品之差，不是说这个到了美国以后遇到了新情况，对对对对对所以才这个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啊，嗯，他这个发家史的这一路上，嗯，踩着无数个血的脚印，嗯，让别人替他买单，哎，所以哈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呢、啊、太险恶，太邪恶。刚才有一位先生在谈这个宗教，说是这个在他的身上神彰显了他的荣耀，我觉得好像是谈郭文贵的书最好不要谈上帝，因为呢这真是辱没了上帝的名啊，真的他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嗯，对，哎，就说这些吧。哎，谢谢沈先生。嗯，谢谢。嗯，好，好，谢谢黄老师。好，好，好，节日快乐。再见，节日快乐。拜。本频道这个大帅哥啊，现在可以基本上轮廓有了啊。这个几个指标都到位。一，身高那是比郭文贵多20多公分呢，那。整个一个杯子的距离，你看这差多少啊？差这一杯子的距离，那差太多了，我跟你讲。第二，那人家这朱时茂哥或者弟，我想象得出啊，沈先生的那种大致的那种轮廓了啊，我觉得应该比朱时茂还更加这个耐看一些呀，应该是。再一个，这个。声音啊，也是非常的让人愿意听下去。有磁性的声音不多，所以大帅哥啊，中年大帅哥就出现了啊，中年大帅哥啊，那个
好，嗯，我们现在接一下温大哥来电。温大哥，节日好。节日好。您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吧？嗯。哦，是啊。我本来想这个，嗯，办完事了，我想这个叫这个小桂子喝一杯的。哎呦，结果我一看这个视频，他弄了一个视频，他跑了，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？凤凰城，荒郊野外的地方吧？嗯、对，凤凰城。我看他很疲惫啊。嗓子说话也快说不出话来了吧？都是被你逼的呀，嗯啊，都被你吓的呀，嗯，被我吓的，我怎么会吓到他呢？他这么厉害，他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呀，到底你要干啥呀？不知道你见了谁呀？你又不说呀？这个很麻烦呐、啊，他，哎呀，啊、他。不用我跟他说了，到时候他就知道都是谁了。哎呦呦呦、哎、呦！你看看，他赶快把川普这个叫出来给他背书啊、哦，否则的话呢，还真有点麻烦。哎呀，嗯，你看我还说呢，今天我们轻松点吧，说两句哈。啊，你说，嗯，啊，我还说呢，他这个，哎、嗯，通常这个要圣诞节，哎，他应该是叫这个。Cal Bates 和这个或者是班农出来、嗯、然后再叫那几个大的这个战友团蚂蚁啊，对呀、啊，一起应该是去聚餐的呀、又该吃一顿大餐呢、啊应该的呀，他现在叫不动了、啊、而且今年他应该是吃、嗯、我觉得今年应该吃、嗯、前面是吃了一个法拉利，那现在应该再吃一个小的 Rolls Royce嗯，劳斯莱斯跟路虎吧，再吃点啊、对呀、啊嗯，怎么也得吃一个这个啊，对呀、啊嗯，可是怎么没声音了呢？哎呀，现在不行啊，打电话过去，班农不接呀、啊，哎呀，没辙了呀。我想他今天，哎，小桂子应该在那听我说话呢。啊，对，那他应该其实今天小桂子呀，你这个，哎，这个其实你现在做的不对，现在这么多风言风语的，你应该赶快。叫班农出来呀、啊，叫 Calbase 出来呀、啊，然后这个过个圣诞节给大家报报平安什么的哈、啊，那都不知道人跑哪儿去了，这个影响很不好啊。小桂子是这样子的，小桂子呢，今天视频当中还在那里吹牛逼啊，那个卡尔贝斯、班农还都是主席，他们现在还是主席，你看看呢，这个、嗯、那要。哎呀，那你骗这个就骗小孩都不行了，这小学生都不会信了。对，你要是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肯定就是说，那我就马上就给他叫出来，你过来、嗯、啊，我去派车接你，派飞机接你，你在哪儿？赶快过来，那个我们那个做个节目。哎呀，以前都是这样的呀。以前嘛，招之即来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挥之即去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、现在怎么这个时候怎么会不出来呢？哎呀，现在有难处了呀！你这个、小桂子，你也知道温大哥去了这儿，去了那儿是吧？嗯，你打听这个温大哥的行踪是吧？嗯，有点这个意思。然后你知道我去纽约，你就跑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吗？哎呀，这你去了纽约，他能不走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没有啊，小桂子怕过谁呀、啊？那只有都是怕他的呀！你看在北京这个。盘古小桂子是不是啊？你那个某某某那个律师，是不是怕你怎么都跑了？嗯，啊，小桂子知道这个事儿了哈。嗯嗯，我想呢，他，哎呀，班农他不叫班农出来，真应该今天叫班农出来，我还想跟他这个说说话呢。嗯，哎呀，这个都不见人，我看看他，你看啊，很快就会春节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春节也还有那么以前，嗯，对呀、啊，那么以前春节呢，他都要有个大的活动，在这个喜马拉雅大使馆是吧、哎？春节联欢会，嗯啊，小桂子，你听好，今年呢，你这个一定要弄得特别红火，嗯，今年春节几号我不知道，是不是你的26？是不是26号啊？
可能是二十几号，我也不记得，反正是今年的主题，这今年春晚的主题。那二十六号就来不及了呀，那二十六号就是跳楼的日子了吧？哎呦，你哎呦，温大哥，你倒记得很清嘛？哎，这个、我听了一句，我谁说了一句啊？这个二十六号，一月二十六号啊，对呀、啊，双休日啊，嗯，双休。哎，这些对呀、啊，我不记得春节今年是几号？应该是一月底。嗯，如果要正好赶上二十六号，那就很有意思了。对，双喜临门。那应该赶快举行一个盛大的晚宴。嗯，请班农、Calbase， 嗯，还有这个所有的这些路德、Sara， 嗯，什么这些都到齐。嗯，还有那个王什么王什么。我这个叫、那个、这个叫王啪啪，王又名王啪啪，嗯，王秘书啊，王啪啪，哦、嗯，那应该都聚齐，还有江山神什么的啊。刚才有观众说了25号春节，嗯，哦，25号春节，对啊，那正好25号举行一个盛大的春节晚宴，嗯，然后呢，26号如果我们不能一起去北京，嗯，天安门，嗯，啊。去占领那个阵地，那么那就别客气了，您就从18楼这个男人哈，虽然不是那么高，也有也有多少，也有50多，40多，1米58，啊，1米68，1米68，对呀、啊，那算不上这个小矮子是吧？算不上这个侏儒是吧？那个就看跟谁比了，那么就是。我们呢，站着这个什么什么的哈、那么就是从18楼呢就跳下去吧。对呀、啊，那个18楼不可以食言，对，不可以食言哈。嗯，这个好男儿不可以食言的哈，郭文贵，郭先生，啊，啊，别当缩头乌龟哈。那如果真的要、是向大家，如果说到那时候那天啊、春节晚宴，然后呢？你给大家来磕个头，啊，来道个歉，看看大家能不能够这个谅解，啊，然后再给你延一点期，那这个展期能展多长时间嘛？这个也不是你说，老黄先生，你也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我说了算了，那一定是有人说了算的，所以小桂子，你要注意一点哈，你要注意点，赶紧把前面的屁股擦干净，看能不能擦，还能不能擦掉。如果擦不掉的话嘛，这个事儿就有点麻烦，啊。那25号晚上，我分兵两路了，一路天安门城楼去看换不换相，还一路纽约18层下面看跳不跳楼了，只有这两块地方去了，嗯。对呀、如果是看看有时间的话，或者是。正好能赶上那个时间，那么我们去可以去，他要求饶的话，我们可以去18楼底下去接他一下，拿一个什么什么弹簧垫子什么的，拿点那个二手的席梦思啊，弄几个，啊，对，起码也得表演一下，是不是？跳起来了，那是、证明你说话算话嘛，会跳的，对吧？会跳的，哎，战神嘛，战神嘛，绝对是。这一言既出嘛，八马难追嘛，他也会跳的呀，啊，会跳，对，是，说话要算话，然后那些蚂蚁呢，全部冲到那个席梦思下面去给他做垫背，因为怕战神跳下来啊出意外嘛，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啊，就垫在下面啊，让他跳啊，场面非常感人呐、啊。对，小桂子，赶紧想清楚啊！真的，赶紧想清楚啊！这个，因为现在圣诞节假日了哈，大家休息了。今天最后这个半天多的时间。这个工作就然后就都休息了。是。那么这个讲呢，就是过完这个新年。可大家就都要上班，都要开始工作了。所以小桂子呢，真的你要想清楚啊，想清楚你怎么办呢？要不然开着你的飞机赶紧去哪儿？去南美？
哪个地方？现在飞机油钱付不出了呀，你这个没办法了呀，现在钱紧张了呀，现在。哎哇，他不是又弄了几千个亿呢吗？哎呦，天哪！现在最近银跟紧，哎，金正银，哎，拿出来的。哎，你还说，嗯，你一说银跟紧，我想起来了，嗯、对，嗯。要不是银根紧的话，这个圣诞节一定有一个盛大的晚会在、嗯、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喜马拉雅大使馆。是是是是，各国大使都去参加，嗯、各国。所以你说对了、嗯，我想起来了。嗯。他那天开完庭，他做了一个视频。嗯。他说的车往回开的时候。嗯。然后他又拍了一个照片，说这个弄了一个什么，这个在飞机旁边，又说坐飞机回去的。嗯。他这个两个视频，我你说你不提我还忘了，嗯啊，好，今天那个视频我看了一眼，他那个说是又说一个是坐飞机啊，一个小时坐飞机回纽约去，对对对，但前几天呢，那个他那个说的是，说起王那个王什么王啪啪，王啪啪 啊，跟他说什么话的时候，王后说坐车，我们坐车回去啊，什么什么，他坐车回去，坐汽车回去的，哪坐飞机啊？哎呀，对啊，坐汽车回去的、嗯、所以就是哎，他这个人小贵子呀、嗯、这个哎呦这么大人了，你说你啊这么大人了不能张口就瞎话，瞎话你得真的说的圆滑，让人能听不出来，你这连我这种笨人都听得出来，那你说哎这个真是糟糕啊，哎呀这个师傅怎么教的呢，哎那个、天哪，好啊，温大哥，好吧，啊，温大哥，你保重，我就胡说两句，嗯、开开心，大家开开心。对呀、啊，对，节日，大家圣诞快乐，嗯、平安夜平安。啊、哦，那个也祝，明年会更好。也祝温大哥啊一切顺利啊，然后早日办完啊具体的工作，返回温哥华啊。嗯，对，我们一定是顺利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我们有100%确凿的证据哦，我们是用证据说话的，法庭上是用证据说话，对对对，不是用想象说话。好好好，太好了。那么，郭文贵，我也说了，嗯，小贵子，你不是说对他今天还有今天视频里边啊，有个口出狂言啊。啊啊，我这个是这诉那个诉那个诉我诉谁谁诉我你看我每哪一个不赢、啊、什么华尔街日报什么这个对对对对什么这个报那个报什么这个、嗯、这个纽约时报、嗯、啊他们如何如何都是利用我有我官贵才赚了钱、嗯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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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噼噼啪啪的 嗯郭文贵小贵子，我现在每一分钟都可以等你来起诉我。我特别希望你起诉我，我特别高兴。嗯、你赶快来哈。嗯，嗯，你不是喜欢这个诉讼吗、嗯？喜欢打官司吗？我来跟你打一次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嗯，很开心。哦、呀，这个小贵子不跟你打，打不过你不打。嗯，哎，他那个他怎么能他那么厉害？我天哪，都是这个。billion 的，哎 ，billion 啊，这个有的是钱嘛，有的你可以把美国的律师全都给请来，哎，对，啊、嗯嗯，谁怕谁啊，打，哎呦，温大哥，温大哥今天没喝酒哈，哦，那就说明、喝了一点，喝了一点，啊、喝了一点点啊，我平时不喝酒的，但是今天要喝一点点，哎，好啊，不能多啊、一点点，嗯，好啊，那个，好的，大家都祝你啊凯旋而归啊，那个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、嗯、我们那个大家努力、嗯、啊，大家努力一定要打掉这种这个全球性的这个诈骗欺骗啊、嗯、这个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形容，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形容、嗯、因为太恶劣了，如果你要大家要知道太多的话，我现在怎么说呢，目前还不合适、如果他那些那个这个郭战友啊、嗯、还有一些上当的人，如果知道他从中国一路到后边是怎么回事情、嗯、有多少个重要的点一说出来，我跟你讲这帮人啊嗯就傻了，嗯，这帮人就傻了。你们赶紧，这帮哎，赶紧散了吧！你们这帮人要不散的话呀，我告诉你就成集团犯罪了。好好想一想吧。本来就是一个，我不是威胁人啊！我跟你说，老黄啊，我不是威胁人，黄先生。哎哎，真的不是威胁人，因为就好像什么呢？你来抢我家来了，
抢我家之前呢，你找了10个人、啊，让这个给你安排车，那个给你安排这个，那个给你安排那个。那我想问问你，最后这个来抢劫的，是主犯是你，那其他的是不是从犯，是不是一个集团犯罪呢？那当然了，团伙的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对吧？他后边指挥别人搭台唱戏，然后招来什么？招来这些人，然后来这个骗钱。那我想问你，这是不是同犯呢？对，让他们自己研究去吧。是，好的，我给他们点一下。今天圣诞节，给他们点一下，点一下，还有机会，赶紧去忏悔一下，晚上的平安夜忏悔一下。对，忏悔一下，静静心想一想。好了。好，我别啰嗦了，我耽误你太多时间了。没有没有，节日快乐啊！那个大家都快乐啊，大家都快乐。好的，好，大家都快乐，大家都平安。好，好的，谢谢温大哥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再见，拜拜。